尊敬的诸位校长，啊，大家好，啊，我们呃这几天呢、啊、一直在谈，不能只看到结果，应该啊从原因下手，啊，就像种了一棵果树啊，这果子是酸的，啊，我们找到原因啊，应该是在根上啊。 施肥，而不是把果子全打掉了，它再怎么长啊，它还是酸的。所以这个也是借力我们的理智啊，啊，遇到任何事情呢，都是找原因，而不是在结果啊，干着急啊，打转啊，生气啊，这个于事无补，甚至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了。哦，好，那。 我们希望我们的校园是和谐的，它是一个结果。因在哪里？哦，哎，这个理呀、啊，它是贯在一切地方哦。哎，刚刚其实我们也念到了“欲齐其家者”，哎，齐家就是和谐家庭、和谐校园呢、啊。齐嘛，团结在一起嘛。 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啊！哎，重点是我们当领导的人知道目标在哪里了吗？哎，我们很清楚应该怎么样经营好我们的教育事业，啊，给我们孩子一生的幸福。我们有这样的认知、智慧，然后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，我们就能带出这样的老师出来。 哦，而且这是精神感召哦。一个领导者最最高境界哈、哦，是他人不在的时候啊，他底下的人干得更卖力哦。因为他是在用他的德行，用他的使命感在感召大家。好，那欲齐其家，这个家要和睦哦，和谐，先修。 其身哦，那是修身变成根根本哦，要从这个因上下手。那身要怎么修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要去掉我们的习气呀、啊，不贪不嗔，不吃不慢不疑，这个都跟和谐校园有关系哦。 所以我们一谈到“和”这个字啊，会想到什么呢？和爱，和从哪里来？你处处爱护他、关怀他，当然就很和谐嘛。诸位校长，您遇到你的老师，第一句话讲什么？ 哇！你那一件事怎么拖那么久啦？快点啦、啊、还、啊、还是，哎，你妈前几天感冒啊，好点没有？请问大家气氛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啊！啊，你说快点快点啊！这个老师带着那种压力去做，和带着你的关怀爱去做，效果一不一样？ 很多道理哦，我们用心去体会，就体会得到了。而且你这个爱很广大哦，是爱屋及乌哦。哦，你到中心来看一些光碟，哎，两性关系的。哦，你哪一个同事呢？他的儿子现在刚好是适婚年龄。啊、哦，你拿一片回去。哎呀，你儿子现在在找对象，这个是赶快给你儿子看。 爱他的孩子哦，作位校长，你这一个下属会不会对你忠心？哎，你们，Hello，<laughs> 这个问题这么难吗？你传递的都是爱，他他他受的爱越多，他越能够去爱别人。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？现在的年轻人呢、啊，特别缺爱，然后他们都希望在爱情当中得到很大的、很大的希望，很大的，哎、欸欸、我这个词好像有点用不出来了，啊，很大的期待了哈，所以都最后都怎么样？失望很大。 啊，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别人爱他？因为他在家里父母都没有很好的爱他，他就很匮乏嘛，好像什么东西都想抱住嘛，才有安全感嘛。越抱越抱不住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越抱他，觉得烦死了，烦死了，他就不要你了嘛。<laughs> 哦，你反而是你用德行，他他就怕失去你呀、啊。 啊，这么好的对象，哎呀，我要自己好好提升起来啊，才能够把这样好的对象娶进门啊，而不是你死抱着他，死缠着他，那那有什么用呢、啊？哦，所以现他他有满满的爱了，他就不会去要求很多事情啊，像。 我父母啊，给我们的爱是没有求回报的，所以我们出社会跟人相处啊，对任何一个朋友，没有一个说有念头说想求对方给我什么，没有这个念头。所以父母对孩子无形当中的影响非常大，而一个领导者，假如付出都不求回馈。 慢慢的，他那一份德行就会感染底下的人，以服务人为快乐，而不是求回馈的。人跟人的影响其实是很无形的。哦，好，未有上好人而下不好义者也。这《大学》讲的，上好人，下所感染到的下也是有道义的人。我们看。 商汤为什么可以感召伊尹？周文王为什么可以感召姜太公？那不都是那个人意心相相交感的吗？哦，好，这是和爱。好，那诸位校长以后遇到同仁，第一句话问什么？啊、哦，这没有标准答案了、啊、哈、哦。大家心一柔软，就很自然。我们现在大家都。 生活都不容易，都很紧绷，然后那种紧张就互相传递，最后大家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。哦、oh,，好，relax 一下啊！Oh, 以后开会先放陈老师五分钟放松啊，oh, 先从头部放松。<laughs> 好，这个是和爱。 要恭敬尊重他，哦，你不能马上啊，工作就分配一大堆下去啊！你，哎你最近忙不忙？哦，你的情况怎么样？你先传递那一份尊重关怀，哦，然后再这个就是君使臣以礼呀、啊，你很礼敬他，臣事君以忠，这也是孔夫子教给我们。 我们很尊重每一个第一线的老师，能体恤他的辛劳，然后呢，做他教学的后盾，啊，这一份爱敬啊，他感觉到了，啊，他也很尽心尽力啊，做好这个教育的工作，啊，就像昨天陈老师举的他那个赵校长的例子，啊，包含关心到啊，这个老师怀孕产期在哪里。 这一些点滴的事情，不止感染了对方哦，谁也感觉到温暖。全校所有听到的人，不都感觉到温暖吗？啊，每天传的都是校长的爱心，校长对他的支持、尊重。哦，那这个向心力啊，上下就一心了。哦，这何静、何谦。 我们看了、啊，爱我们没有贪名贪功，我们这个才能时时为对方想，不然我们就被这个贪贪名贪功的欲望给葬住了，这个爱提不起来。所以为什么要先不贪？不贪，我们本有的爱心就上来了。啊、哦，我们不慢。 不傲慢，才能尊重，才能谦卑啊！哦，这和谦谦虚，让人家如沐春风啊！好、哦，而且呢，你这个谦虚啊，让公于众。 学校有什么光荣呢、啊？发自内心肯定所有付出的老师，啊，都是他们的功劳，啊，包含这些教育界的人，哦，或者是啊学校的家长，哎呀，校长啊，你的功劳太大了。在这些赞叹来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真诚的说啊，这都是我们的老师们啊，我们学生们也很努力啊，让功于众。 这个无形当中啊，当这些付出的老师听到的时候，他会非常感动，啊、哦，校长们、领导啊，都把我们的付出放在心上。哎、假如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了，那人都没有这些付出的人就没有受到鼓舞了、鼓励了。哦、和谦，大家还有没有想到哪个词？ 和平，要能平等对待啊，才能和睦相处。平等心重要啊，不能是爱憎的心，喜欢那个老师，讨厌这个同仁，就不平了。所以说穿了，都还是修养。 还是心地上的功夫了啊！一个家啊，我们曾经跟家长分享，他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儿子成绩比较好，他对儿子就比较偏心了、啊、他女儿成绩比较不好，就所有的家事都让女儿做了，都是夸儿子，都是骂女儿。哇，他儿子哦，最后拿到博士呢，好不好？ 心理不健康的啦，哪有好？你因为你爱憎你，你宠爱了，你的心不公平了，偏掉了。儿子恃宠而骄，恃宠而骄，最后就理所当然了，所有的付出都理所当然了。啊，这个女儿呢，被忽略了，被否定了，会怎么样？ 大分两种，一个是自卑、没自信，一个是什么反社会情绪。这是一个教、哦、我们从整个教育界来讲，成绩好的被一直捧捧捧到最后是根本输不起，而且很傲慢。那一些在后段班的学生呢，要不自卑，要不就走在路上哦，那个汽车他就要戳他一下，有没有？ 恨嘛？我爸不公平，老师不公平，他那怨气从哪里发？哎，那是结果呢。我们就用法律去处理，能处理解决吗？越来越多啊！他假如从小从父母那里，从老师那里都得到的是平等、慈爱，他怎么会做这样的行为出来？哦，啊，一个。 这一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，他的儿子后来拿到博士回来了，对，回来，他爸爸啊在那里等这个日子等很久了哈、啊，我儿子考上博士，哎，博士毕业回来，我一定要带着他到所有的亲戚家走一走。我儿子呢，博士毕业呢，名校的博士，他还在这么打算着哦。 他儿子回来，首先跟他讲：“他说爸，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，你底下有那么多房子，那么多财产哦，你要先过给我。”嗯，他到西方去也学到这个功利主义啊，很会算呐啊,啊，那个怎么样？那遗产税抽的少啊，用什么方法？啊，他研究这个。啊。 他爸爸本来期望要带着他，哇，多光荣，要去炫耀一下，落差太大，一下精神受不了，然后进了精神病院。啊，这个当他说这个话出来的时候，请问他的父亲这么痛苦，这个儿子知不知道？哎，读个博士。 连设身处地都不知道，他看他爸爸几天没有反应哦，要上报纸，要跟他父亲断绝父子关系，所以他爸爸最后就两次的刺激啊，就受不了了，进精神病院了。请问大家这个时候谁出现了？哦，你们都有先见之明。 你看，最后那个没有被你疼到的，反而比较有良心哦。没有被你宠的出来了，跟他爸爸讲：“爸爸，这一辈子你给我们养这么大，恩德很大了。我这一辈子不会给你要一毛钱，每一个月还给你五千块钱，让你生活啊，台币五千块钱呢、啊。安父亲的心啊，而且是带着自己的丈夫哦，去给父亲讲哦。” 啊，最后用他的这种孝心啊，把他父亲接出来，从精神病院接出来而且啊，他这个儿子最后生了孩子啊，才一年，就这个孩子还不满一周岁，啊，进医院开大刀就进了好几次。您看呢、啊？给父亲气到精神病啊，他自己生的孩子他就这么样的。 操心啊！我觉得那是上天给他的礼物啊，给他什么礼物？把他敲醒，才是他人生最大的礼物啦。养儿方知父母恩呐、啊，不然他太傲慢了，根本就敲不醒了。那大家看哦，这个心一偏哦，整个孩子都不健康呢。一个老师心一偏哦，全班的学生都不健康呢。 有没有？嗯，你看老师偏心哦啊，那个被宠爱的那几个就很凶，讲话都很大声，因为有老师撑腰。这样的孩子以后去社会就是那个逢迎巴结谄媚的了。哦，好，那校长一偏心也更不得了，那老师心都不平。 他每天都生闷气，他怎么去教学生教的好嘞？啊，那校长骂他一顿，那他去骂谁一顿呢、啊？哦，你是爱敬传递了，那全全校园都是爱敬啊！你是情绪传递了，啪,啪啪啪啪啪，连校园里的小狗都会遭殃。哎、欸，最近好像有一个公益片呐、啊，啊，就是一个。 一个清洁工啊，马路清洁工啊，帮了一个小孩，因为那个小孩坐滑板，哦，滑板在行人道上啊滑倒了，他就帮他捡起来。哇，那个小孩很看就很感动啊，他帮他了吗？结果这个小孩走没两步，看到一个老奶奶抱着很多东西，那个小孩马上把自己的滑板放下去，帮那个老奶奶拿，帮他过街。 哦，然后就一个接一个都爱心一直传递传传传，哦，所有的人都有爱心了。啊、哦，这个片子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好，哦，这个是跟大家讲到的公平。哦，好的老师鼓励他，栽培他、哦。老师出状况了，陪伴他，爱护他，这样就对了。啊、哦，就像。 一个班级里的老师，他的孩子成绩不好，他用更大的爱心去帮助他，会感动成绩好的孩子一起跟着老师来帮助需要帮助的同学哦。哇，那您会带出很多小老师哦。啊，这些孩子从那么小的年龄在小学。 就懂得去帮老师分担，去爱护同学，这个孩子以后都是栋梁之才。好，我们看呢、哦，都离不开要去掉这些习气，包含和信，决定不可以失信于老师，失信于孩子，不然就互相怀疑啊，这个就不可能和谐了。所以。 校长得要一诺千金啊，一言九鼎。凡 <laughs> 出言，信为先。但是要讲出去以前啊、哦，是非以物轻诺。苟轻诺，进退错。啊，这个我常常犯了。有时候一高兴哦，就随便就答应了，啊，最后才知道哦，可能，诶、呃。 同仁们现在的状况已经够辛苦的，还要再做这些事，就把他们给累垮了。所以变成我都开支票出去了，都把他们给累死了、哦。所以这个也得要喜时之言多失信呢。高兴的时候讲出去的承诺，有时候就很难做得到了。啊，喜时之言多失信哦，还是慎重考虑清楚再承诺别人。所以我们做领导者、啊 有时候听到一个好的事情，哇，很兴奋，你要稍微稳一下哦。哎，不错不错，我先找同仁们商量一下。哦，你不要讲的太好了哈，主要干部还没商量。好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<laughs> 你后面就就你就累人了咯。哦，话有有时候稍微先缓一下哦，不要急着马上答应。啊、哦，怒时之言，有情绪的时候啊。 讲话或者写信呢，可能都会失礼，甚至也哦，生气的时候写的那个信寄出去啊，有时候会后悔一辈子哦。哇，那可能会伤透了对方的心哦。所以人要保持心平气和啊，很重要。而这个信任不怀疑、啊。 非常重要啊！待会我们还会讲到在军道里面杜残邪，就是讲一些是非啊，讲别人的坏话的时候，我们领导者不要受影响。哎，啊，一受影响啊，可能就对。 很多同仁就有成见了，就不能真诚了。啊，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大家要稳住啊、哦！当然，我相信啊，所有的老师都希望和谐，也都希望把孩子教好。但有时候我们这个习性起作用，连自己都不知道。哦、我们念地《弟子规》说：“人有短，切莫揭。” 我们觉得很有道理，啊，不过自己一个惯性啊，哦，好像动不动啊，谁怎样谁怎样，哎，谁不好，啪又出来了，哦，所以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差不多五十多岁了，他说他最难做到的就是这一句“人有短，切莫揭”，好，所以他常常念这一句，常常念这一句，念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有一天。 他要讲别人的时候啊，突然那一句话像一把剑一样，把他的嘴巴封住了。哦，那个就念到产生效果，这叫什么绝招？他能够关照自己，这个念头跟行为不对了，马上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这个念头不对，赶紧把它转过来。而事实上呢，别人讲一些是非谗言，会影响我们了、啊。 也不能怪他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。我们当领导者者被他影响了，可能这个团体呀、啊、就互相不信任。我们不被他影响，我们还可以再教育这个来说是非的人哦说。哦，说啊，你这么讲，我想可能呢。 另外有原因，还是去了解一下。哦，那个老师平常也是很努力的。你让他提起什么正念呐、啊？其实人哦，只要提起正念呢、啊，这个邪的东西就下去了。正念现前，邪念就污染不上他了。啊，确实是这样哦，就跟身体一样啊，正气有了，邪不可干呢、啊。 有没有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我妈妈一些同事到我们家来啊，有时候小孩的耳朵比较灵哈，虽然在房间里会听到一些啊，哎，这些女老师来了之后啊，就啊，我现在哪里不好，哪里不好，哦，就在 complain 啊。哎，我我感觉我妈妈。 一开始都不会讲什么，哎，我现在懂了。他刚好情绪很不好，你要先让他什么，吐吐苦水，稍微缓和一下，哦，吐出来，啊，他舒服一点。结果等他讲了一讲了一回啊，哎，我妈妈接口就说了，哦，你先生哦，哪里哪里也不错啊。 哦，你先生，你看那几年前哪一件事情啊？你不是很感动吗？然后你那个，哎，对哦，也对哦，就你提醒他的时候，他那个哎，感恩的心啊，欣赏的心啊，一起来了，那些东西就没了，那都是假的啦，不是真的嘛。哦，所以我们其实，在引导每一个同仁，在他遇到的那个事情。 最主要的就是让他提起正念，哦啊，能够为对方想，能够为大局想。其实这些道理每个人都能接受，但是需要被提醒。哎，好，哦，包含哦，比方，哎，底下的人来说，校长某某同仁怎么说你呢？啊，校长你会怎么样？啊？ 说你坏话呢？<laughs> 好，所以一个人的度量从哪里来呢？常读历史的人会有度量哦，他见识广。我给大家举一个宋朝的例子，有一个宰相叫王旦，人家不是说俗话讲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吗？ 这个王旦呢、啊，做宰相时间很久，因为他德行非常好，皇帝也很信任他。结果当时候有另外一个大臣叫寇准，就常常说王旦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好。讲到皇帝哈、哦，有点听不下去了，就给王旦说、啊：“王旦呢、啊，这个寇准啊，常常说你坏话。王旦是宰相啊。” 他怎么回应？哎，你看呢，一个重要位置的人怎么回应，影响整个团体呢？王旦说：“皇上啊，我坐这么高的位置这么久了，一定有很多疏失啊。寇准是爱国啊，所以才指出我的问题呀、啊。”哇，这个话讲出来，皇帝佩不佩服啊？再来，这个话一传出去。 寇准一听呢，佩服佩服啊，佩服啊！还是这个王旦马上说：“这个这个人真无礼，他也哪里很不好。”哇，完了，团体就在那里争是非啦，就小事就变成大事，大事就变成没有办法收拾了。我曾经看到啊，学校因为一件事哦，整个学校分成两派啊，真是两派呢。 我这个中间派也挺难做人的呢，然后就看到那有一派在开会啊，刚好在我的教室旁边开会啊，同事我不去 say hello 又有点失礼啊，可是叫我掺和下去这种事我不干啊。所以怎么办？我就拿饼干东西去请他们吃，啊啊，请完之后说你们慢慢聊。 我先回去改作业了，而没有失礼啊，又没有参与啊，可是很有意思哦。当我这个饼干发完了要走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同仁说了：“哎呀，你看人家女婿都没没有说什么，我们就一大堆意见，人都有什么良心的啦。”结果我后来我辞掉了，我到澳洲去学习呀、啊。 半年之后，我再回学校，当初那个冲突最大的那一个人，跑来跟我说：“啊，哎呀，当时我吵，我错了，啊，应该还是要比较冷静去对待这个事情。”而这一件事情给我非常大的启示是什么呢？其实给我道歉这一个同仁，他是很正直的人，这是忠诚啊，可是校长不是货啊。 校长就是这个爱珍，其实这个同仁他，他他跟你吵这一件事情，他的薪水又没有增加，是不是？他明明就是为了学生嘛，你就看不到。然后就觉得他找你麻烦，然后你又很生气，又讲给其他同仁，然后这些同仁就变成你的支持力量，抗议抗议，然后两个就变成一个是支持校长派，一个是反对校长派。 不就是校长的一念之间吗？假如这个当下，这个校长说：“这一位同仁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，我没有考虑到你一心为学生呢、啊，我佩服你。你这一段话，这一段真诚，就把这一个大将给什么？哎呀，所以一念之差差太多了，最后这一个校长就被调走了。” 为什么？你人和都没有了，包含你这个态度，问题会层出不穷，所以他最后还出了不少事情。学校需要很多栋梁之才啊，来支撑啊。我们看建功立业的唐太宗，重用魏征，魏征当时候是要杀他的呢，当时候建议太子啊。 唐太，这个太这个李世民威胁太大了，一定要先杀了他。魏征是要杀他的嘞。最后他登基了，重用魏征呢。度量啊，为什么？他看到魏征什么？他看到他的忠心啊，他护他的主子啊，而不是只看到哼，他对我不好，给我记住。 那度量就太小了、啊。齐桓公，齐桓公是五霸第一的、啊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齐桓公啊，他用管仲啊，管仲是用箭要射死他的、啊，因为他跟他哥哥要回去做做国君吗？那管仲是辅佐他哥哥吗？齐桓公一回去了，他。 他的组织就做不了了。管仲神射手，唰一下就射过去了，刚好射到他。他带着一个一个弓，一个那个首饰啊，射中了，没有没有射死他呢。结果这个齐桓公很厉害哦，知道管管仲是神射手，假如发现没有射死，会再来第二箭哦。 哦，他反应也够快的哦。那个箭射下去哦，没射死他哦，他咬破自己的舌头，眼吐血，噗装死哎。哦，好厉害！可是你看哦，他真正做君王了，知道这个是贤才、啊，就封他做宰相了，他才能建功立业。哦，所以度量啊，成大事的人度量很重要了。 哎，我们接着看呢，度量啊要大呢。首先，第三个修身的重点呢、啊，成分就是啊，要能压得下情绪，压得下脾气。因为假如哎，今天我们底下这些正直忠诚的人给我们谏言。 结果他一建言，我们情绪来了，啊，不高兴了。一表现出来啊，这些人就不讲。真正一些对我们有帮助、对学校有帮助，啊，整个学校的一些问题、客观状况啊，人家就不愿意讲。那其实我们要了解、啊，管理跟治病一样，病。 刚刚出现的时候好治啊，啊，时间拖越久啊越难处理，所以问题能赶快反映上来啊，我们是越轻松。等问题严重了，我们才发现哦，那我们就累了，啊，所以肯跟我们讲真话的人都是重要的下属啊，重要的臣子啊。 好，那所以这个第十一句就讲了：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，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公。作为领导者的圣人呢、啊，时时以天下人民的利益做考虑，啊，不不会因为自己的这个爱憎愤怒啊，而伤害了天下的利益公义，其实就是大局为重啊。 越高位的人生气啊，所造成的副作用越大啊，那整个和气啊就伤的很厉害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不发脾气啊，首先要把发脾气的原因找到啊。人为什么发脾气呢？第一呀、啊，还是贪，就不顺自己的意识了，就很容易发脾气。 其实啊，不顺自己的意思啊，讲出来的话，反而能可能能让我们考虑到方方面面啊。哦，人假如都听没有办法听不同的意见，那个叫刚愎自用了呢。哦，那一铁定会出事的。在战国时代啊。 啊，魏文侯啊，有一天刚好听着音乐，啊，他在那里哼着歌曲啊。那歌词是什么呢？是他自己在讲的话啊。他说他最高兴的事情啊，就是所有的臣子都听他的话，对他都没有任何意见啊，全部听我的。他就在那唱啊。 意思就是这样。正当他唱的很高兴的时候，那个乐师弹音乐的乐师啊，以前的乐师啊，因为怕自己这个耳朵不够敏锐，做不出好的曲子，把眼睛弄瞎，让他的耳朵能高度专注。所以那个乐师啊，就抱着琴呢、啊。 往魏文侯讲话的地方啊冲过去，撞他。他魏文侯本来唱歌唱得很高兴啊，突然撞过来，他也吓一跳啊，就闪开来啊，啊两个人都倒在地上啊，连他的君王那个帽子啊，上面有玉串的都掉在地上了、啊。哇，他很生气啊，冲撞君王该当何罪？旁边的人说，罪当啊喷。 就把他煮死，哇！马上人把那个乐师架起来啊，就要去行刑了，结果那个乐师、啊、没有一点恐慌。我说：“古人有学问哦，定功很强哎。”他说：“国王，我既君王，我既然都要死了，可不可以容我讲两句话？你说吧。我刚刚啊，听到。” 有声音说啊，啊，我通通都要听我的了，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我的命令意识啊。当我听到有这个话的时候啊，我以为啊是夏桀跟商纣讲的话。哦，所以啊，臣刚刚啊是以为夏桀、商纣出现了，我是要去撞夏桀跟商纣了。 我不是要撞国君呐、啊！夏桀、商纣不就是这样？所有的人的意见都不能听，甚至比干进谏，还把比干的心脏挖出来，那不就是纣王吗？结果，这个魏文王、魏文侯听完，把他放了。<laughs> 哦，是我的错，他没有错。接着更不得了。 魏文侯怎么做？把乐师那个古琴啊，因为撞坏了嘛，他把那个古琴放在我们城墙上面，首都的城墙上面，让天下人都看到我的过错。哦，然后呢，我这个君王的帽子哦，不要修了。我每天带着它，就想起乐师给我的这个劝谏。 哦，不简单呢！他马上能承认错误之后，还顺着这个机会提时时提醒自己，不能再犯这这种严重的错误啊！就是恃恃才傲物了，啊，刚愎自用了，啊，所以不顺其意就生气，这是不行的。而且人有控制的念头啊，好像什么人都要听我的。 那个都是贪求了，哦，好。第二呢，恼羞成怒啊，很容易生气，其实就是好面子啊，就容易生气。哦，所以首先得先把面子卖掉。啊，诶，诸位校长，现在我们吉隆坡的面子一斤卖多少？ 啊，我今天不知道钱带的够不够啊！我们要一起把它卖掉。哎，啊，面子啊，跟大局比起来，跟孩子一生的幸福比起来，那是微不足道的东西。而且面子根本对我们呢，只是障碍，有害而无一利呀、啊。好。 再来呢，我们傲慢强势啊，也很容易发脾气。哦，一一傲慢起来，都是别人对呀、啊，哇，那个话语就很冲了。啊，所以要学谦卑了。再来呢，对人有指责要求啊，也容易生气。 这个指责啊，一带动起来，无形当中啊，会影响下面的人。我这几年有观察到，一个团体的领导者脾气大，跟在他身边的骨干，慢慢的脾气都大，那个讲话的神情哦，跟他差不多。这这个影响是随时随地的呢，然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哦。 他他也变得很强势了，为什么？你是他的领导啊，啊，他学做领导不就是学你吗？不然他学谁啊？他每天看看看，不知不觉就就表现出来了。所以爱护你最疼爱的这些爱将啊，是你的德行越好啊，他学到这些本事啊，这真正爱护他、哦。再来，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容易生气。 哎，急躁的时候也容易生气，所以人首先呢、啊，不要急，要先缓下来，时时提醒自己。一急躁，很难不发火。再来呢，常常把别人的过失放在心上啊，会借题发挥，算旧账，也很容易生气。人啊，人嘛。 不要那么傻，自己纯净纯善的真心啊、哦，都放别人的垃圾，这是最傻的人啊！而且啊，圣贤人教我们一个重点，叫既往不咎。事情都过去了，翻那些旧账，对谁有帮助呢？要包容宽恕。哦，其实当一个同仁有错啊，你包容他，他会。 感佩你的度量，以后会觉得啊，做好啊才对得起你的宽容。这是人性很自然的态度，所以在团体里面呢、啊，要有一个很好的风气呀、啊。见人友善，不嫉妒，要随喜，啊，要赞叹他。 见人有恶，不批评，要规劝或守默。这个守默就是，当他还不够信任我们，那我们可以先保持沉默，因为你要劝他信任够了，这个时机才成熟。不然，你去劝他，可能造成他的误会，他觉得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，你是不是在诽谤我。 啊，信任够了，他就知道你是在帮助他了。我们看呢，这每一句哦，都攸关整个团体的风气呢。是会嫉妒别人，还是会随喜赞叹别人？而这个风气啊，由我们校长来带动哦。啊，您在开早会的时候，哇，某某哪些同仁做的很好，扬善，哦，肯定他，支持他。 啊，人家有恶了，做错事情了，不要批评，帮助他，是善相劝，得皆见，过不归，道两亏嘛。要尽这一份道义。再来见人错事，见到一个人刚好事情做不好了，不指责，因为事情已经错了，在那里指责啊，于事无补，而且会让对方的心情更糟。 见人错是不指责，要协助，马上帮他怎么处理善后，安他的心。最后你处理完，你一句话都不骂他，他越难过，他越惭愧。啊，我做的给校长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他发现呢，不止没有批，没有骂我一句，反而赶紧帮我处理善后。那。 他对校长的人格就更感佩了，而且变成什么？他既然错了，就是他一次成长的机会嘛。你再抓住这个机会，把德行给他，又把正确要做这件事的心态跟方法都给他，他就成长上去了。所以陈真老师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呢、啊，陈老师回头讲了两句话，第一句。 这三十多年来，我的学生教我很多东西。第二句就是，孩子犯错就是我教他的时候啊。这一句举一反三呢、啊，我的下属、啊，学生也好，孩子也好，犯错就是我教他的时候，而不是情绪化发脾气的时候啊。其实就是这个理智能保持住的。 危机都可以变转机呀、啊，烦恼都可以变智慧啊，悲愤都可以变力量啊，就看我们这个心态怎么转、啊。好，那我们具体呀、啊，在对峙。 知道原因了，然后怎么来扶住这些错误的态度呢？习性呢？啊，有几个方法，一个叫利人，啊，发觉要发脾气了，压下去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，啊，这个压呢有点硬压下去呀、啊，怕到时候压不住，火山又爆发。 有些人真的压哦，好，算了，不跟你计较，好好，结果压到最后算总账，最后把这个只能压一时哦，不能根本解决。啊、哦，第二个呢叫望人，不放在心上，啊,啊算了算了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不计较就望人。啊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王旦，啊，他。 说啊，寇准是爱国啊！我做那么久了，一定有很多问题。结果后来啊，寇准有一天跟王旦说呢：“说你推荐我做宰相。”以前他们有真实的学问啊，他也很想为国家，所以主动啊毛遂自荐啊，给王旦讲。然后王旦说：“宰相这个位置怎么可以是要来的呢？”哦，寇准就很很很难受了。 就走了。结果王旦最后年纪大了，快快到寿终正寝了。皇帝就问他：“啊，你走了以后谁做宰相啊？”王旦说：“寇准。”哇，你看当初对他批评最多的哦，人家完全没有放在心上，哎，推荐寇准。结果后来寇准当上宰相啊。 啊！谢谢皇上的隆恩呐、啊，哦，爱爱戴嘛哈、啊。结果皇帝跟寇准说：“你知不知道是谁推荐你做宰相的？”寇准也没想到，哎，不是皇上您吗？他说：“不是啊，是王旦推荐的。哦”我当这个寇准听到是王旦，您看他当下，哦，我想，假如我是寇准啊，我,我真是跪下来朝天一拜。 这个王旦给他那个上的一课啊，那终身都忘忘记不了了。这样大的度量，啊，这是忘人。再来凡人，一有不高兴冲突了，首先先反过来先反省我有没有不对的地方。人一有反省的。 态度出来了，他的火气就开始往下降。人为什么火气降不下来？都觉得都是对方错，不是自己错，才会情绪越来越高涨。有一对夫妻啊，住对门，啊，住在同一栋楼上面。结果呢，有一对啊相处的非常融洽、恩爱，啊，另外一对呢小吵天天有。 大吵三六九，啊，为什么大吵三六九呢？因为脾气发的很大啊。我们刚刚有讲暴怒伤肝，啊，他得要调养两天哦，稍微缓和体力，而且吵吵到最后会习惯哦。啊，有一天突然觉得全身不自在，哎，今天好像哪一件事情忘了？哎呀，今天还没吵架呢，这坏习惯不要养成哦。 那这个太太她就很纳闷呢、啊，为什么同一栋楼应该风水差不多啊？怎么人家可以相处的这么好呢？啊，后来他就去请教对方，啊，你们是怎么相处的？啊，对方那个太太就告诉他了，你们家都是好人，我们家都是坏人。他一听啊，你们家都是坏人，每天这么融洽，我们家都是好人，每天吵。 哎，这什么道理？有点听不懂啊！对方看他的表情，好像不是很理解。哦，又又举了一个例子啊，比方我给我先生倒一杯水啊，我先生走过去啊，不小心给他打翻了啊。我一看到啊，马上说：“哎呀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个茶我没有放好啊，让你给撞倒了。”啊，边说啊，边拿抹布把它擦干净。 先生一看呢、啊，很舍不得啊！太太是我不对啊，我把你的心意给糟蹋了，是我不对。来来来，我擦，我擦。啊，两个夫妻在那里抢抹布，夸，哎，抹布给抢破了。哎，诸位校长，假如有夫妻因为抢要擦擦桌子，抢到抹布破了，这个家不旺都难了，是吧？老祖宗留的话很有智慧啊。 各自者，天清地宁啊！我们现在啊，被错误的认知还有惯性害得很惨。就像面子对我们没有好处啊，可是我们都被他牵着鼻子走了，都不肯认错认输。其实认错反而赢得对方的尊重啊，哪有损失啊？天清地宁，各相则 天翻地覆啊，都是在一念之间。好，这个道理我们明白哦。做不做得到，还要慢慢实时,时提醒啊。遇遇到是先想自己错在哪，啊叫各自者。啊，这个太太接着跟他跟另外一个太太讲啊，在你们家可能不一样啊。啊，你先生把这个茶撞倒了，你马上跟你先生讲。 你走路不长眼睛是吧？要喝自己去泡。哦，你你这个火上来了，烽火就连三月了。哦，他的火也被你点燃了。你这个女人放一杯茶都不会放，你还能干什么事情？哦、那就一杯水啊，就吵起来了。吵到最后会去哪里？哦，你们都没有经验，我知道。现在很多年轻。 夫妻就为了小事就去离婚啊。哦，我们曾经问一个在那个公家机关管离婚那个单位啊，他给我们讲了个例子啊。他看到一对夫妻才二十几岁，奇怪，结婚没多久怎么又要离婚？就问他们哦，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婚？啊，两个人互相看一看，说，哎，上一个月是什么事情吵架的？他想不起来了。 可是他就，我跟你拼到底了，这口气咽不下去了。”哇，你看，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哦。掌握不了情绪哦，根本就考虑不了自己的孩子哦，跟双方父母的担忧哦。哦，所以这个修行啊，修身呢、啊，首先这个降火气啊，是第一重要的了。好。 这个叫各相责啊，最后就天翻地覆。那我们看哦，不止夫妻是这样哦，一个团体也是一样。今天我们开校务会议，啊，第一个同仁上去了，这一件事情啊、哦，你们那个部门搞得乱七八糟，咔咔咔咔,咔就开骂了。第二个上去，你也没好到哪里去了，你哪里也是做的不好，还骂我们，哇，这个开会就越开越误会了，最后开成批斗大会了。 各相责啊！假如一上去啊，第一个同仁讲：“哎呀，这一次啊，多亏了哪个部门呢？啊，多亏了哪些同仁的帮助，非常感谢他们。啊，没有他们这件事就办不好。而我们自己呀、啊，有哪一些不足？他肯定别人呢、啊，反省自己，这样会进步啊，没有吃亏啊。哎，第二个上去了说。” 他们做的很努力了，我们哪里不足？各相者，哎，各自责的会议啊，开出智慧啊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啊。每一个会议开完，所有好的继续保留，不好的下一次改进。哇，那是真正利益了每一个人的智慧跟做人做事的能力了、啊。 好，所以会议很重要哦，很能够提起大家的智慧，提起大家的使命，提起大家的德行啊。接着呢，观人这个观察、关照，因为一件事情，它一定有整个因缘跟来龙去脉。我们往往生气是什么？着在他现在这个态度。 我受不了，他怎么会这样跟我讲话？可是重点是，可能他昨天家里遇到很很大的问题啊，或者是他今天生理期心情很不好啊，是吧？哎，你们也不给我一个肯定的，我都觉得我还是不是讲错了？是,不是没有这个情况是吧？是吗？哈、哦、哈，好、哦。哦 哎、欸，包含你看，一个学生，他行为很偏颇，我们一看他怎么会做这些行为，很生气啊。可是你一去了解他的家庭背景，你对他是怜悯，不是生气。我曾经待的一个学校啊，那个学生已经被三所学校赶走了，到我们学校是第四所了。 啊，那些行为真的、呃，学校老师们一谈起来都是很气愤的、啊。可是我后来去了解，他妈妈是泰国人，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啊，从小爸爸又是流氓，根本不照顾他，那他就跟那些流氓在一起啊，所以他很可怜呐、啊。哦，所以从。 整个来龙去脉去观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不会着在他的行为，在那里自己气得半死。这是观人。再来呢，习人，最后辞人。这个习人呢、啊，就是在自己的修身上呢，觉得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老师，只有他是学生。所有的人来啊，都是来给他出考卷的。 让他考考看，他目前的修养到哪里？哦，所以我们所接触的一切的同仁，啊，他跟我们一互动，我们有情绪上来说，哎呀，多亏了他提醒我，我学修养还不到位，那你就会感谢他呢。他是来提醒我们还有哪里不足的，你就会欢喜接受每一天任何人给你的考验。 因为他是来成就你的，来提醒你的。好，诸诸位校长，我们有没有去考试的经验？有哈、哦。啊，考试的时候哈、哦，那个考卷发下来，你在那里作答，结果写不出来，你很生气，然后去打那个监考老师，有没有？写不出来，气死我了！那写不出来跟监考老师有什么关系呢？ 他是负责负责发考卷哦，你打他干什么呢？同样的啊，人生来到我们生命中，每一个人都来给我们发考卷，你不能打他，啊。他来提醒你的啦。好，这个是袭人。好，再来词人呢，就是不分彼此、同体的一种慈悲。当我们是这种心的时候，看到别人不对，看到别人无理，你不只不会跟他生气，你会怜悯他。 你会希望怎么样去影响他，让他不要再用这种错误的态度啊来对别人，你就不会跟他计较了。所以我们俗话讲叫半斤八两，一般见识。就今天某个人能让我们生气哦，那我们跟他是半斤八两是不是？就显不出我们的德行了？好。 那具体来讲呢，我们的修养啊，落实在哪呢？说落实在每一天的言语上面。好，有发给诸位校长这个“德行言语应当学”这一篇教诲啊，我们可以感觉得到，一言兴邦啊，一言上邦。一句话对家庭、对整个学校的影响啊，很大。 但是都是一念之间决定的。少说抱怨的话，多说宽容的话。抱怨带来什么？不满呐、啊，记恨呐、啊，所以不能讲这抱怨的话。宽容乃是智慧，宽容就扩宽大家的心量啊。甚至呢，包容以外，讲感恩的话，不讲抱怨的话，讲感恩的话。 这是有智慧的。范仲淹两岁就被整个家族赶出门，他他妈妈孤儿寡母啊，带着他出去了。为什么范仲淹可以成为圣圣贤？跟谁最有关系？哎，一般来讲说，孤儿寡母两岁被赶出去了。 这个几乎没有未来，甚至这个这个妈妈可能恨恨啊，恨一辈子啊。可是他妈没有，他妈很有修养，教育孩子没有讲抱怨的话，讲什么宽容，甚至感恩，告诉他以后有成就了要光宗耀祖。所以范仲淹很有成就啊，好，马上又恢复他本来的性啊。 这个都是他妈给他的教导，然后呢，不止没有妓院哦，从这个人生际遇当中转成什么，帮助苦难的人，所以所有整个家族的需要范工都去帮助啊，就是他妈妈不抱怨呢、啊，然后宽容才能成就一个圣人那我们这个心境转过来，能成就整个学校的风气哦。 处事的修养哦，这一点我自己很感激自己的母亲啊，感激爷爷啊。我爷爷常跟我们提醒啊，说你妈妈多辛苦，照顾你们三个孩子，还要每天去教书，啊，有时候一下课还要回来哺乳啊。然后下课的时候啊，一听到那个下课铃一响啊，你妈妈就。 趴在这个桌上昏过去了，太累了，都是学生把他摇醒的啦。哎、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在襁褓当中，谁知道啊？谁告诉我们的？爷爷呢？都给我们讲妈妈好在哪里啊？我妈妈都讲我爷爷好在哪，我奶奶好在哪，所以感情都特别好啊，对爷爷奶奶特别尊重。我说你们小时候这么爱哭啊？妈妈明天还要教书啊？ 都是你爷爷说啊，媳妇啊，你赶紧去睡觉了。这个孩子我来，我来哄他睡觉。哦，我妈还说，我爷爷是拉着一根绳子啊，拉着那个摇篮啊，啊，这用脚摇啊，啊，然后最后练成功夫啊，边睡边摇。啊，这些都我们没有记忆的，都是。 妈妈、爷爷、奶奶把家人的好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生都不敢忘这些恩德。哦，都是我们处事，整个风气都是望怨记恩，这个学校一定和谐，一定兴旺。这恩欲报，怨欲望啊！哦，大家看呢、啊，那个唐太宗创贞观盛世、啊，他常常都说啊，我们国家能这么兴旺。 多亏魏征啊，多亏诸位大臣的付出啊，都是感念这些大臣对国家的贡献。接着说，少说讽刺的话，多说尊重的话。讽刺显得轻视，会让人很难受啊。尊重增加了解，你越尊重他，他心里的话都会对你说了，啊，都交心了、啊。 而且这一这一些话语啊，也提醒我们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也不希望人家给我们讲抱怨、讽刺的话嘛。啊，少说伤害的话，多说关怀的话；伤害形成对立，关怀获得友谊。啊，少说命令的话，多说商量的话；命令只是接受。 啊，诸位校长，这个接受是什么接受啊？叫敢怒不敢言。但是，假如是商量集思广益，会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。啊，不然校长就哎，你这里做的不好，那里不行，哎，你们这意见都不好啊。底下人好吧，都你做吧，你最厉害嘛，都给你吧。他们等着什么？等着看笑话了。那也也不能怪人家喽。 你的不信任他，不尊重他的意见，你就不能调动他的整个潜力跟积极性了。所以那刘邦啊，汉高祖啊，他为什么做皇帝？他说：“哦，韩信好厉害，打仗他第一；哦，萧何好厉害，啊，这个国家管理财务啊，交给他没有问题。”哦。 张良好厉害，运筹于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啊，他们都好厉害。最后他当皇帝，<laughs> 对呀、啊，他会欣赏，他会肯定每一个人，让他们都发挥潜力。做管理的人，假如自己忙得要死哦，那就要调整啊。那做管理，应该是把底下的潜力啊都发挥起来，带起来，然后做决策。 因为做决策的人不能太忙，他要思考，他要冷静，啊，绝对不能啊！校长当到最后变成工友，啊，我们闽南话说，好丢兼共经”欸啦。大家“共经”欸就是那个下课铃，锵锵锵，下课了，下课了。这些杂事都得校长，那就麻烦了啊。好。 可是我有发现哦，有有领导人都觉得底下人都没无能，然后自己忙得死去活来。其实不是人家无能了是自己不怎么知道怎么当领导了。哦，我曾经听我师长讲一个故事啊，特别印象很深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总帅艾森豪将军呢，他管四个人。 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啊，空军总司令、海军总司令，还要管一个参谋总长，他管四个人。每天干什么？爬山，打高尔夫球。为什么？他要决策啊！他一个决策错了，几万人就丧命了。所以他要随时保持心里很平静啊。 然后任何讯息来，他要做决策啊，所以最高统帅决定不能满，啊，要授权下去啊，让底下的人发挥，好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商量才是领导。最后呢，少说批评的话，多说鼓励的话，啊，批评造成隔阂，鼓励激发潜能，啊，虽然这么讲啊，我感觉。 这个指责别人的心啊，我现在还很强啊！一遇到事情啊，都还是很容易起来啊。所以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，写了哪一句啊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！在我们《君道》的反身啊，第十二页啊，第二十八句，这个是汤王说的：“正宫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。” 罪在正宫。商汤王说道：“呢，我本身自己有过错啊，啊，请上天呢、啊、不要牵连万方的百姓。好，那万方的百姓，假如有罪过啊，都是我没有做榜样，都是我没有教育好他们。好，所以罪不在他们呢，啊，罪由我一个人承担。啊，罪在正宫。” 所以以前的天子啊，遇到天灾的时候，都是到天堂去忏悔自己的过失，哦，这个都是很可贵啊，当领导的榜样啊。所以圣人常受天下之责，而无责人之心，啊，是以终无怨，就不会有人埋怨。团体里面有一些埋怨，很可能都跟。 我们领导者呢，没有先反思自己啊，先要求人，那底下的人他就觉得啊，你都没做好，还责怪我们，怨就来了。我们看十一页，孔子的这一段提醒，二十六句啊。子曰功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这个“躬”就是亲自啊，啊，这自我反省。 而对别人是宽容的啊，博责于人，这样才能远离呀、啊、别人的埋怨怨恨。啊，另外，孔子又讲一句跟这个意思很相近的：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。不去苛求别人，要求别人，先自己先正己做好。其实我们真的有这个态度，你做的越好。 底下的人越感佩，他会效法你的。假如我们的精力都是看他们的过了，我们要改自己过就很难。精力是有限的。哦，功于论人者，都论别人过错的，查己必输，因为没有精神气力去看自己的问题了。哎，好，好，这个是。 修身的第三个部分呢、啊，反身的重点啊，就都是能反省、反求诸己啊。第十页是反身哈、哦，第八页啊，第二个重点是敦亲哈、哦。其实教育工作者啊，自己也要齐家哦，家庭不和乐啊。 他每天心情啊不会太好，到学校去哦也很难教好孩子哦，所以诸位校长，你们在学校还要教导老师啊、哦、夫妻相处之道哦，哎，这个这跟教育好孩子有关系哦，哎啊，他自己的家能和乐的，他的心情愉快啊，他有更有修修养啊，来教导孩子。 这个十九句啊，啊，这一句一定要讲啊，不然我今天就食言而肥了啊。虽然我挺想肥的，啊，挺想胖一点的啦，哦，但是不应该用食言来肥哦。来，我们看这十九句：习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。夏商周这些圣贤君王啊，一定尊重他的妻子。 为什么？啊？他很有道理的、啊。盖有道焉，妻也者，亲之主也。妻子啊，是亲人当中啊最重要、最主要的一个角色啊。为什么？子也者，亲之后也，感不敬于？好、哦，为什么太太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太太啊，要祭祀祖先、照顾父母、相夫教子，所以她是主妇。 儿子为什么要恭敬？那一份恭敬是因为儿子是祖先传下来的血脉，我们要尽力把孩子教育好，才对得起祖先。啊，是对那一份职责的一种恭敬，所以敢不敬于故君子无不敬也。时时都是保持这个恭敬的态度，对妻子恭敬，对下一代恭敬，好好教育他。再来呢，对自己身体也要恭敬。 敬也者，敬身为大。为什么要恭敬自己的身体呢？因为身也者，亲之之也，敢不敬也。于伤了身体啊，就让父母担心了啊，所以就好像树一样啊，啊，你伤了它的枝啊，最后就伤了它的根呢。啊，所以不敬其身呢、啊，是伤其亲。 伤其亲呢，是伤其本也。伤了父母的心，就是伤了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。好那这是孔子啊，在孔子家语里面讲的一段话。好，我们第三个是反身的重点啊。接着第四啊，在十六页，一个为君者啊，要尊贤。 我们看到这三十八句讲啊，无长安之国，无恒治之名。啊、哦，没有始终安定的国家，也没有永远顺服的百姓。啊，其实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无长安之孝，无长安无恒治之学生，是吧？因为治家跟治团体、国家是一样的道理。 怎么样才能安定下来呢？得贤者则安昌，失之者则为王。啊，您用的那几个每一个年级的年级主任呐、啊，在在马来西亚叫什么？不是，就是比方说三年级，三年级是不是有有级主任嘛？哈，哇，你那那六个级主任你，你都是很负责的，哇，你你就轻松了。 哦，这都是用人的重点啊！校长应该是呃教务主任啊，这几个重要主任啊用对了啊，这个整个学校啊，他的行政呢就很顺畅了。所以自古及今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那这些重要的干部，我们要尊重他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因为太功利了，所以变成什么呢？把人当工具。 他就不尊重了。现在企业界好像有一个风气，叫你要我的钱，我要你的命。好多人三四十岁都是领域的精英，都猝死。为什么猝死？累累累到他没没警觉到，最后就突然间就死掉了。啊，对这一些重要干部，应该是爱护哦。 来关心他的身体，关心他的家庭，而不是只是看到任务，看到那个工作而已了。好，尊贤。再来是纳谏，啊，第五个重点啊，能接受劝谏。我们来看一个很好的榜样啊，四十九句啊，顺顺王。 这些古圣先贤能有这么高的德行啊，都不是偶然的。舜王讲到啊：“余为汝避，汝无面从，退而后言。”啊，我有哪些为就是做错的地方啊？你们要扶持我，要帮我指出来。 你们不要当面好像都说没问题啊，很好，然后背后还说我哪里做的不好哦，啊，我先跟你们讲明白了哈，有话直讲，明着讲，不要在后面暗着讲。现在有一个现象啊，需要冷静啊。开会的时候啊，没人提意见，一离开开会的地方，很多人有意见。哦，哎，这个都要教育哦。 在这个会议当中，大家把问题提出来，道义、功德一件。这个会议不提出来，走出去啊、哦，还在那里讲啊、哦，叫造孽。为什么破坏整个团体的和谐呀、啊？家丑不可外扬，还到处扬，呃、哦，那这个就是一定是造孽的哦，一定是损折福的了。 这些道理跟大家讲明白，把大家的正气提起来。当然了、哦，最关键的是最高领导校长有这个修养哦。啊，真的好，人家一指出来了，帮 <laughs> 我把药拿来 <laughs>。<laughs> 那个唐代宗先生呢、啊，他不止哦纳谏哦，他求见呢。 没人讲话，他用种种方便让人家把话讲出来。为什么？他怕误了老百姓啊！结果有一次啊，有一个臣子给他提一些意见，提完了，这个臣子离开之后呢，旁边的人就说了：“陛下，他刚刚批评的很多，根本就是批错误的嘛！您怎么都没有制止他呢？怎么让他讲呢？” 他这样好像都在诽谤你了，讲错了，哦，唐太宗都接受，没有生气哦。他说啊，我假如打断他了，他后面他就不讲了。再来呢，他一出去说皇上不接受啊，那以后谁给我提意见呢、啊？讲不对哦，还接受嘞？哦，为什么日久见人心嘛？ 又不是说他讲你不对，你就不对了。慢慢人家一看，哇，讲被误会了，校长都没有辩解，啊，反而还肚量那么大，还能接受，所以是以德服人呐、啊，事服人心不难，理服人方无言。啊，在东北啊，有一位王善人。 这一位也是一个奇人呢、啊，他不识字，但是最后啊，因为他孝悌做到极点，他的智慧开了，《中庸》他能讲，《大学》他能讲，不识字的人哦，这个在民国时期的人离我们不远哦，所以他是证明孝悌之志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 他对于做一个领导者啊，他有几个提醒啊，非常宝贵。我们能守住这几个原则啊，就在君道当中了啊,啊。第一个，永远自己不治人。我们长期当领导啊，都是在看底下人有什么错有什么错，都在帮别人开方子治病，开到最后就自己有病都不知道了。<laughs> 所以，永远在处理事情，先对质自己的问题，先反省自己的不足，而不是先去指责别人。啊，第二个托底救下一个领导者，永远想着发现人才、栽培人才，这是真正的有忠心啊，有仁慈心。为什么团体里人才越多越兴旺？所以。 孟子说：“为天下得人，真正为天下、为团体得人才的，这是真正的仁爱的人啊！就像林则徐先生、曾国藩先生，为国家举了这么多栋梁之才，那安了多少百姓的心、哦？第三，不假任何势力。我们今天让底下的人接受福气，不是因为我们的位置比他高。” 我们有权势压他，你就是要给我接受，哦，不假任何势力，而是把道理跟他讲清楚，让他很欢喜、很有责任的啊，来一起完成这个教育的工作。啊，事服人心不然，不不能假势力去压人，啊，理服人方无言。 君道第六啊，是度残邪，啊、哦，这个进谗言的时候啊，你要能定得住，啊，反而给予进谗言的人呢、啊，要给他正念提起来，啊、哦，然后扩宽他的心量。哦、第七呀、啊，审断，啊、哦，因为每一天要决断很多事情啊，啊、哦，都要有定力，然后充分了解情况。 再去判断，有时候我们容易啊，听到一些片面的时候，要不就是情绪太激动，或者要不就是听了片面就马上判断了，结果一判断错误，可能误会了一大批人，甚至误会了那个最辛苦的人。为什么这个时代哈、哦，越辛苦、越努力、越改革的人哦，反而会被人家骂哦？有没有这个可能？ 对呀、啊，现在人家他要改革是为团体好，可是，一般的人不了解，是不是？你说，来，诸位老师们，我们来推读经。哎呦，又是一个工作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呀、啊，他他已经很辛苦了，他还不了解说哦，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让班级管理更好，学生一有规矩、有德行，又尊重老师，我更轻松啊。这些要充分让他了解，他才知道啊。 所以这个时代要改革的人哦，阻力都很大。你这个当领导的人哦，在别人批评他的时候，你更要什么？支持他哦，然后要让那些批评的人体恤这个做事人的不容易哦。哎，这个都都要冷静判断哦。其实不容易哦。比方说，诸位校长，你有没有当媳妇哎，当婆婆的人？ 哦，有有当婆婆的吧？哦、有哈、哦。那个媳妇三五个媳妇啊、哦，最被批评的就是那个做的最辛苦的那个人，啊啊，最被疼爱的就是那个嘴巴最疼的、最甜的人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所以我们闽南话讲，这个老瓜，给我么个老奴啊，做的要死，还被人家批评的要命，那这个是上位者哦。 没有看到付出的状况，然后只会听哇那些，哎呦妈，你今天那个指甲油怎么擦的这么漂亮？哇，就高兴的半死了。哇，你这个这个洗衣服这么好看，真有眼光，就高兴的半死了。哇，他一得出这个吹了后啊，他就出这一只嘴巴就把你讲的你高兴的不得了了啊，反而那个很努力的媳妇都没有被肯定。哦，好。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判断当中很重要的智慧啊。那今天早上的课程呢，就跟大家啊交流到这里。好，谢谢诸位校长啊，也祝福啊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啊，学校越办越顺利啊，越兴旺啊，然后。 学生个个啊，以后都是国家的栋梁。谢谢大家。